面哦，哇，那个小美我真的是很生气她，就因为她胸部比我还要大，哇，胸部大就了不起啊！真的是，然后我看每次咪咪看到那个女同事，然后看到我就像看到鬼一样哦。哎，算了，对。哎，你去关灯。哎，反正我不关灯，我也可以睡。真的是哦。